2013年 HKDAC Math Core Paper 2嘅第31題，咁題目就講啦，要我哋揾 a square 加四 a 加四同埋 a square 減四，仲有 a cube 加八嘅 LCM 係幾多？好，首先咧，我哋睇第一嚿嘢，第一嚿嘢呢嚿啦 ，a square 加四 a 加四，我哋係將可以將佢寫做 a 加二 all square 嘅。咁而 a square 減四咧，就即係等於 a square 減二 square 啦。咁咧就可以變做 a 加二乘 a 減二嘅。咁而最後一嚿啦 ，a cube 加八，即係等於 a cube 加二嘅 cube 啦，就可以寫成 a 加二乘 a square 減二 a 加四。好，咁咁樣啦，咁我哋就可以揾個 LCM 啦。個 LCM 點樣揾咧？就係所有 factor。最大的那個次方啊嘛，咁呢個 a 加二啊，佢嘅次方係二次方，呢度就係一，呢度都係一，咁我哋要攞二次方嗰個啦，所以 LCM 係對 a 加二嘅二次方，然後再乘呢度，呢度係冇其他啦，呢個 a 減二有一個次方，咁其他呢邊係冇噶啦，咁只要擺落嚟乘 a 減二，咁而最後呢一嚿嘢啦 ，a square 減二 a 加四，咁呢度都有一個次方，其他都冇啦。咁就照擺落嚟乘 a square 減二 a 加四，咁所以個 LCM 就係呢一嚿嘢啦，三嚿乘埋佢。咁我哋睇下同上面邊一個一樣啦，咁我哋就會發現到咧係同 boy 呢個一樣嘅，所以答案就係 boy 啦。